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月，我们继续玩 Blue Bird。哎，星期二，算是第二天了。星期二，饱着肚子饿。我们来到教堂，我们应该是要去找神父才对的，理论上应该是如此。啊，门是开着的，就进去。好，我可以坐这看看渔民们，没有？来，坐那把椅子吧。那个神父会害怕吗？没事的，有我在，有你在我才害怕吧。你这个红红眼睛、黑黑头发，然后前面地中海的，还没有地中海，只是前额突而已。主也会保佑你的，放心吧。我知道了。感觉好像是诱拐女性哦。虽然说你是我信那个什么，你算是我原教老师推荐的那个神父，但是也是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神父，但是感觉你不可靠啊。安娜，接下来要对你进行催眠，对你实行回溯记忆的暗示，回到幼年时期的安娜。刚开始可能会让你觉得混乱，不过只要遵从你听到的就没问题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大丈夫。さて、边听着声音，边把眼睛合上，慢慢陷入外边。慢慢回忆你的过去住的地方，就算很模糊也不要紧，花些时间想起来就可以了。年幼时期的安娜应该会记得一些事情，去找那些记忆。当你听到钟表的声音，就再回复现在的安娜。这个房间是我以前住过的家，可是我不清楚了。还不能存档哦。哦，好啊，觉得难过。请找出记忆的碎片，马油灯、钥匙、铅笔，这个吗？钥匙、油灯、马克杯一定是这个吗？也不是。油灯、马克杯、我这个这里没有铅笔啊，这个吗？这个怎么看都不像铅笔啊，根本是……哦，有，没了，clear，怎么了？油灯，我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对了，有一天打雷停电，油灯是点着了吗？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哎，是钟声。哦，我刚以为不瞄了。想起什么吗？我只想起雷声滚滚，停电的黑漆的房间，是吗？还有呢？不行，想不起来。明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不会像诺伊凯尔医生提供报告的。等他指示再过来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刚才是不是选错了？好，没关系啊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。哎，星际，关于昨天的事情，我有一些话想问你，可以耽误点时间吗？怎么回事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Q 呢？我昨天给你看的照片，上面女孩是万来高中的学生，名字叫妮娜，妮娜，妮娜。原来她是和伊鲁同一个学校的学生。
看起来很成熟。现在这位逆了，已经行踪不明了。可能如果只是离家出走，我们也不用那么紧张。什么意思？在公车站附近发现他的血迹，血迹。所以昨晚我才会找你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原来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只知道，在跟你接触后，没有人再见到过他。所以你现在被我们警方怀疑是掌握妮娜去向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希望你能看着我眼睛回答。安娜，你没有隐瞒妮娜的行踪吧？是的，我没有隐瞒任何情报。好，我相信。而且我不认为像你这么聪慧的女孩会沾染犯罪。我们对你做一些调查，你是维卡尔帕大学的学生吧？因为某种原因正在休闲中，是吗？警方会更加注意你。怎么会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明白，我也知道你是无辜的。无论如何，先给你我的联络方式，还有我的忠告，千万不要去找其他刑警求助，搞不好会引火自焚。那么我先走了。我既然成了嫌疑犯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还能找谁商量？谁都不要啊，找神父商量好了啦。神父，我被怀疑神经犯了啦，什么事？找其他人，没事。商量。昨天有一个女孩之中，刚才有那个警察告诉我被列为嫌疑犯了。那女孩一直在上公车站偶遇的，我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当然是永远支持你的，我知道你什么动作。最好知道啦。还要接受心理治疗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警察不会无风起浪，也就是说，那女孩笑中是有人恶意之为，骗拐、绑架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不好的遭遇发生在她身上，她会不会跟着什么人离开镇上呢？这也很有可能。能告诉我她名字叫什么吗？妮娜，听说是汶莱高中的学生，和鲁伊念同一所。我这边会打听一下，希望能够尽早证明你的清白。谢谢你，胜负。还有，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，在这个乡下小镇，一旦扩散出去就有麻烦了。好的，我告辞了，到海岸那边散散心。正。像只有这片还是老样子，能稍微平静一点。话说妮娜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她跟我透露，好想要离开这里的乡下地方，是不是想坐车到维卡尔帕，然后在坐上公车之前遇到麻烦？希望她会没事。唉。真郁闷。天色暗了，回家吧。おかえり。ただいま。今晚打算做咖喱。好啊，我正好也想吃，生活就应该有滋有味。真难得，安娜和鲁伊不一样，很懂得分寸嘛。既然到汶莱了，好好舒展一下你的羽翼，放松。羽翼怎么感觉想起来不是很好的回忆？谢谢你，伯母。对，鲁伊嘞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一不见了。有一封信，桌上不能看。五一房间写笔记就挨骂的，哇塞！备份一下。啊，有讯息。我收到卡努伊神父的报告，是个很好的开始。虽然但是催眠的数量并不多，但是要锁定让你痛苦的根源，应该不太难。明天请继续接受治疗。如果能找到原因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安娜，要相信未来，今天先休息吧。是。星期三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神父，我又来找你，我还要跟你对话，一样听到钟声，啊哈，哇塞，这样往前走就对了，打不开。哇哦！我开始一点点想起来了。好了，走这边啦。寻找鸟笼钥匙手套。好。这不是手套？不是开呢？鸟笼。卡机，这给我以来，哇塞，这哦耶，这里的手套好不明显哦，这里有手套吗？这个吧，哎，垒球手套是谁的？鸟笼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养过鸟，这鸟笼是空的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对吧？是钟声。想起来什么吗？空鸟笼，垒球手套，可是我不记得有养过鸟，还有垒球，鸟笼跟垒球手套，会不会这是不是假的？会不会伪造记忆？不，这就是你的记忆。怎么回事？神父是知道什么？安娜，昨天的事情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妮娜，这名学生和一些危险人物有交集，以前。有几名问来高中，因为持有某些特别的药物而被捕。这次的事件可能有所关联。去问来高中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今天就到这边了。我会像嗯好一样，只是试试哦。哎呦，警官这次不在，先存档啊。感觉很可怕呢。只能往问来高中走啦。面都塞，派对，派对 ，party 的 party， 哎，派对进不去，那讲心酸的、哦，这里，安娜怎么了？啊，就换换心情。作为老师，我说这话不是。不过这种低活动太低级趣味了。是啊，毕业很夸张。我也是这么的监督着，不过基本上没有接触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学校的地盘吗？安娜，你不知道吗？在这种小地方，谁厉害谁就算。未来高中赞助了大。有给未来高中赞助大笔的钱人，其子
就是俱乐部的干部，所以学校方面才 不管不问吗？最近开始多了不少过分事情，安娜要小心点。嗯，谢谢。那你可以问了，这个姐姐怎么了吗？嗯，给我换换心情。什么换换心情？千万不要沾那些奇怪的药品，真狠。治疗药也算药，不开玩笑，这里的人，尤其是 VIP 间的，要小心他们。我知道，谢谢。Yo， 擅长跟风的少年，追风的少年吗？哦，好吧，那边不能讲。搞什么鬼？死定了！动弹不得的少女，喝醉了吗？我好像你还没去。我想进 VIP 房，看来没那么简单。应该跟老师去问问。安娜，小心，高兴点，小心点。还有这个人还没对话说，不用。我怎么进去到 VIP 房呢？啊，问我妹妹啦，我妹妹什么都知道。不行，我妹妹不跟我讲。你是谁啊？别烦我。哦，这个画面一直闪，好烦哦。我讨厌这个画面。嗯。哎，那刘洋先生，你这样，可是他个头长相不是很好吗？哎，我怎么听说他跟了头恩身边的一个马屁精，还搞出个孩子，是假的？所以我要怎么进去 VIP 嘞？重点才是这个好吗？我对那个妮娜根本不感兴趣。去找西蒙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怎么没事吧？我头晕晕，好可怕。西蒙是，西蒙，西蒙在哪里？钻洞西蒙嘞，不是钻洞，哎、欸，某种意义上面他也是钻的。西蒙，过来这边。躺在那边沙发好像不太行，我知道。喂，没事吧？不要我怕好了，这状态很危险。男生不是服了药？好。只有服了药，学生才会这样子。我绝对不可能是往教会走啊，就学校里面也进不去，真的是。气氛变得怪怪，鬼才认识，搞什么鬼？出事了哈！等等等等，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有点奇怪？可能是被坑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喝的东西里面被人下了药，以前俱乐部也发活动上面也发生过，以前有那几场呢，新进来了，不过不知道后来怎么样。这个镇上的警察太腐败了，都被俱乐部的干部收买。VIP 有、那么多人守着，也是因为药的关系吧？他们说的那个头头就在 VIP 里面，我不太清楚，也许。对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星期一跟我说的那个？星期一跟我说的那个话，找他问就好啦。
那家伙对俱乐部的头目都很了解，要我怎么问啊？说突然大话会不会被无视？那就跟他说，鲁伊已经完蛋了，他应该就会理你。鲁伊已经完蛋了，什么情况？好吧，我会去试试。我说啊，鲁伊干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啊。看来没那么简单。不是啊，重点是。鲁伊已经完蛋了，鲁伊已经完蛋了，真假？你是谁？看来他不记得我，我太没存在感。我是鲁伊的朋友，我要想进 VIP。你是想要秃鹰吗？秃鹰是什么？哎，抱歉，今天已经没了，刚好用完了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那，可以直接去那边买。这次机会说不定可以进 VIP， 拜托了。只能进去那个房间，后面我会自己想办法。那你给那边那个男的3000日元，他就会放你进去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的鲁伊干了什么事情啊？哇塞，我们的鲁伊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？给他3000日元啊！哎呦，现在是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我怎么要有3000日元？我现在身无分文呢，小姐啊，大哥啊，跟神父借了啊，神父也不理我啊。难不成钱是用捡的吗？不可能吗？那我说捡就捡。哎，鲁伊借我钱啊！3000日元够吗？够。放他进去。我先存的，感觉就不对劲。哇塞，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包厢，眼神空洞，笑着的女孩。哇塞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酒色场所啊！太慢了，你赶快来人！这个男的是头目，脖子上面纹着一个刺青，看着就不舒服。也许他也许叫妮娜行动。那个，你认识妮娜吗？妮娜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这个俱乐部的首领吗？我想找你们谈谈。妮娜老师，哎，妮娜老师，他难道认识死去的妈妈吗？怎么可能？妮娜老师都死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知道妮娜？我在找他，听说头目可能会知道他。那就是说，你不是来买秃鹰的哦。秃鹰，刚才那个人也用过词，到底是什么？老实点，真亏你一个女的独自跑来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不过反无所谓，反正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，不是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正好有新货到手，卖出机械先给你试试，可要敢好好感激我，敢上帕文，你就是敢跑不了，刑警敢来嘞？该死，滚开！安娜，你没事吧？万一警官，太谢谢你。为什么要做这种危险事？简直胡闹！我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没办法坐以待毙。确实是因为我们警方没有仔细搜查，你才会这么莽撞。我有责任，对不起。不，你不用道歉。不过刑警现在能够赶来，我内心真的松了一口气。我单独对帕文进行调查，但是在他身上也有很多的疑点。那个叫帕文是吧？都老大不小了，还缠着未来高中的学生迫害，真麻烦。
我以前也就要差不多这个地步，也是给他跑。先送你离开吧。哇塞，好恐怖哦！很顺利，想起沉睡的啊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西蒙，你后来没事吧？果然那些是毒品，好像叫做秃鹰的 Condor， 有人把这药放进那个学校喝里面。毕竟安妮娜出国时，学校也不允许举办活动，药物蔓延了。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集再会啦，拜拜。